近日，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开展了一场政治教员授课擂台赛。此次擂台赛采取双人竞赛模式，围绕课件制作、模拟情况处置和现场授课三个环节展开激烈角逐。在模拟情况处置环节，考官围绕基层官兵经常遇到的矛盾问题进行测试，要求教员们现场随机抽题，并在规定时间完成准备进行处置，极大考验了教员们快速反应能力和准确的思辨能力。此外，在授课竞赛现场，教员们将真人真事搬上讲台，用真情感染人，以真理说服人，使授课内容更加真实。这一次的擂台赛让我受益匪浅，充分感受到了擂台竞争的激烈。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，我要更加努力，向优秀的政治教员们看齐。